钓鱼要到不到岛上钓不到。哎，不好意思。你怎么知道？你很好看，名字也很好听。Hello， 原来是西门大嫂的读者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优奈佳艺。今天是 NARS 25周年庆典，那当过24年对5年后的佳艺有什么想说的？希望以后的自己可以更有个性，更有型一点。不要那种太浓的，就是淡淡的这个。那你能分清口红色号吗？口红色号，这个我太难了。什么事情是皇家星可以，但是嘉义不可以的？皇家星可以的，为什么嘉义不可以呢？所以是都可以吗？对，都可以。如果颜值是十分制的话，你觉得自己颜值有几分？六分，但是用了 NARS 的化妆品以后，达到了十分的。在表情管理失败的情况下呢，颜值大概有几分？也还可以啊，挺帅的呀，六分，合格。你怎么知道我不喜欢圣女果？对啊，因为有做过功课。你很好看，名字也很好听，但是我不喜欢你。接下来我们有一个游戏环节，叫做绕口令挑战。如果失败的话，需要接受惩罚。你觉得你自己的普通话怎么样？不咋地。不咋地。Round one, ready, go。钓鱼要到岛上钓，不到岛上钓不到。做过功课。Round two。失小，哎，不好意思。再来一遍。四小四和失小事，四月十四日十四时四十上集市。四小四买了四十四斤四两西红柿，失小事买了十四斤四两细蚕丝。四小四要拿四十四斤四两西红柿换失小事十四斤四两细蚕丝。失小事十四斤四两细蚕丝不换失小事的四十四斤四两西红柿。四小四说四十四斤四两西红柿可以增加营养黄金柿，失小事说十四斤四两细蚕丝可以织绸织缎又抽丝。你觉得你这段念的怎么样？我觉得五分吧。对，要多去练习一下。那我们会有一个惩罚，就是为粉丝录一段早安口号。喂，起床啦，太阳又晒屁股了，我已经说了很多遍了，快起床吧，快去睡觉，快去睡觉。关注原来是西门大嫂，带你认真玩，认真过好每一天。